这个主任，林主任是我的主举。这个，正如孙主任，这个孙主任刚刚讲的，男子我就写，我跟你比吧。啊，因为我的经历超奇怪，我当过八军团的作战处处长，这个奇怪。我就是在这边说，你看我做兵的啦。你一大世界的这个那个客户，你讲现在中年，那个我一年做这样，白糟蹋那物件，啊，白糟蹋那物件，啊，他都那个我越南的那个郑总打工哦，糟蹋那物件是上好谈。今天还是讲哪天讲哪什么样？那个印尼，等一下我再跟各位稍微介绍印尼长什么样子啊。但是我跟就刚好延续孙主任的话，所以。我就比较公道，请跳来讲。哎，台湾产品很好啊。今年2017年，啊，2017年雅加达啊小姐的决赛，美妆产品的赞助商就是我，就是我，你看哦，啊，拢用弯刀的呀，啊，拢用弯刀的。那正如刚刚孙主任所讲。你不要给他包的头巾啊，我跟孙主任报告一下，印尼杂兵啊，虽然他是穆斯林，不过你到贾卡达去看，有一半都不包头巾。有人说印尼是全世界最和平开放的穆斯林，所以你也看就讲，哎，你那我包起来，你去看看啊。好，我们先回到上一张好了，那个谁啊？建林，建林，哎呀，上，我先回到上一张哈，第一张，好，我要从这里啊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所对不起你心中的印尼，你心，我看可能我们的台湾人对你印象的大概三个物件，巴厘岛、外岛、排华事件，大概三项啦，这叫做金马印尼，而且上用最近啊。这样最近了，他那孙主任在讲那高铁车，谁说呢？一定要去一个医院去啊！哈，对，捷克达到万里去啊！啊，捷运吼，拢较平常个。2018年啊，要通车。2018年要通车。哎，你看伊某谁说呢？有惊人无？雅加达市有180间某，有180间。啊，我是一大世界的这种点，你们对墨的状况不太很了解。捷克达每一间墨都比我们那个一大世界还大，还夸张。来，你看那个墨来对吼，给你喷，给你陈列的汽车新车展示场，你惊人不？所以这不是你心中的印尼啊，这不是你心中的印尼。这个《工商时报》啊，在5月8号有刊登我为什么到印尼的故事。啊，看我到印尼的故事，有个比较不善要讲英语的哈，啊嘛，印尼话哈，打起的时啊，一句都没啊，啊，伊讲打开始你看到机场讲，叫你马克思，我靠不了啊，一声三，一声送啥？结果就来讲谢谢，我惊死，我真正惊死，啊，我一个人去，阮岛的人哈，惊到死，厝边惊到要晕，啊，结果你的。英文又不太好，结果到了机场以后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，你会的规定是，我只能单给你下去。那个出境的那个单子吗？不是要写吗？我是要唱吗？我这是编嘛？这个运气真好，隔壁迄个人讲中文，我就讲，拜托拿下，拿下。啊，都换一骹行李啦，拖嘞，再来一点。这才两年外进境啦。2年多以前我去印尼的状况，那等我到了印尼以后，我发现印尼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开朗的国家。一去印尼，你也发现大家拢笑眯眯。哎呀，囡仔嘞，遐囡仔大概来看到你，就是讲真手啊在动，啊，来头壳磕一下，我唔知要怎惨啊，我唔知变哪。你会发现他永远都是笑嘻嘻的，都是笑嘻嘻的。这个是我心目中的印尼，这个也是我去以后才发现印尼的市场有多大。
其实今仔运气足好啊吼，不管是拄到头拄啊迄落郑总在郑总在讲迄落印尼，啊，不断拄到迄落越南的朋友，吼，啊，拄到青松会迄个会长的朋友，大家拢伫印尼，我真正投入啦。结果去越南一阵，吼，啊，我即摆新的员工嘛是要带来印尼，迄落自细汉到大汉，啊，在读清华大学以前。弄你印尼短，所以印尼这个两个字啊，这个字啊，在台湾应该不陌生。哎，我跟各位建议啊，千万不要再把印尼当做这个，当做哈、啊、怪老的心态，怪老的心态。啊，好，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印尼那长什么样。这是文博的啦，吼，还在报告。啊，最近那个张哥讲那个，啊，再往下好了，好，再往下，啊，再往下，好。印尼有多远？印尼离咱台湾嘛，4000公里，飞机坐起，5个小时20分钟到。对印尼的来，4点50分，啊，4个小时50分钟，离台湾大概这么远，啊，离台湾大概这么远。好，往下，印尼呢有多少人？印尼现在有2亿6219万，有88%的穆斯林。印尼的国民所得呢？啊，大概现在是依照刚刚孙主任写的是3696万，对不对？美金啊，我敢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他应该现在是已经接近4000万美金。然后在加加达，也就是大雅加达地区，大概是12000。12000，所以为什么那个大雅加达地区莫尔图加呢？啊，加起来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穆斯林那种国家呢，它很年轻，啊，这个如果你们有看看经济部的一些报告，你会发现的，所谓人口红利最年轻的国家是印尼，只有29岁。哎，我刚看个怎样呢？越南38岁，那个人口红利38岁，啊，那台湾当什么？咱台湾省都我交回去边，都要看生产面头毛去做啦。哎，啊，咱台湾人拢像安那呢？啊，印尼只有29岁。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我讲的是啥新闻？讲印尼呢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3万人，讲真难过。如果印尼啊，嘛是无像人家好遐，啊，但是啊，即嘛是足恐怖啊。我等下待完了哈，等下待完了，大概呢，等下待完了，很少看到吊背，我要吊背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全部都爱叫缅甸那边做机械呀，做电力，就是看在哈，做大那个大的吊背。昨天我在一卡通啊，签那个 MOU 啊，签 MOU， 他就问我说，郑大哥那个印尼现在怎样？我说你到印尼只看一样东西就好了，从苏卡诺机场到贾卡达。你可以看到满地到处都是大吊臂，大吊臂是干什么的？建设、盖房子、盖高楼大厦，大吊臂。你会发现满地都是。刚刚我那个越南的朋友跟我说，哎，他们有个工业区招五年没有人。如果你来印尼看，你去看印尼的工业区，超级像公园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也不太耽误各位的时间。你哪今天想要去印尼，啊，想要了解印尼，啊，啊，你私下找我，我从资料里看，因为咧，印尼伤大咧，2亿6000万人伤大咧，啊，因为有大家时间，啊，啊，为台湾印尼佚佗，啊，最近8月20日，我嘛要带规队来，讲我们想去，想要头尾甲你招招的啦，讲诶，正常你带来印尼看卖啊，所以，啊，咱个那个暨南大学啊。暨南大学的南投的一堆研究所学生就要去印尼做田野调查啊，主要传递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印尼现在台湾是非常夯，欢迎各位来印尼，谢谢。